干旱的季节没有下一滴雨，草长这么多。最近天气太干燥了，又很冷，刚除了一会儿草，然后全身上下都是汗。那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又嫩又鲜的粉蒸鸡翅，先去准备一下哦。一闻到鸡翅的香味，哇，苍蝇还有那个蚊子好多。鸡翅有很多种做法，然后做粉蒸的也很好吃，先去清洗一下哦。鸡翅改花刀，腌制鸡翅，辣椒酱、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、花椒、生肉粉、鸡翅都拌好了，可以上锅清蒸。蒸40分钟，时间到了，味道太鲜了。撒上性感小葱花，又嫩又鲜的蓬松鸡翅做好了。先尝一块，粉色香味太香了，太嫩了。入口即化，捏在手上的粉都很鲜。粉蒸的就是好吃，又嫩又鲜，而且非常的简单，吃得好过瘾哦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